欢迎来到平静之音音频治疗体验馆，请找出一个舒服的坐姿，然后闭上双眼，开始慢慢深呼吸，帮自己放松。少时间可以属于自己，今日呢一段音频嘅时间，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我哋首先将注意力翻到嚟呢一刻，感受下呢一个空间，空间俾到你嘅感觉。感受下身体呢一刻唔同位置嘅状态，我哋试下将注意力放到去身体嘅左边，感受下每一次呼气，左边身体都会越来越沉下，放松。然后我们将注意力放到去身体的右边，同样感受下每一次呼气，右边身体越来越沉下，放松。然后我们由头顶感受到落尾龙骨，再上翻头顶，感受下身体整个运作，和谐的运作。继续深呼吸，尝试将每一个一呼一吸都放到最慢，感受到最深。我们容许音频包围着我们，透过吸气容许频率震动进入我们身体。在第一段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尝试幻想自己浮了在一个一是全黑一是全白或者你舒服的正式的空间，这里你会觉得很安全平静，这里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需要这一刻呼吸享受，感受下自己的存在，容许自己休息下，放松，感受下声音可以带来的平静。
感受过自己当下呢一刻嘅状态之后，我哋开始帮自己释放积聚咗嘅情绪同埋压力。首先，都系专注于深呼吸，感受下流动嘅频率。尝试感受每一次呼气，一呼到气穿过身体，然后在我们接触地下的位置离开身体，然后透过这个呼气，我们幻想可以将所有我们不想再要的感受、情绪、影响着我们的压力、事情、人物、听过的说话，任何东西都可以抌走，一呼就离开身体，我们勇敢去直视、面对、承认这一刻影响着我们的每一件事，然后将它呼走。亦都唔代表我哋唔理呢件事，只不过呢一刻我哋唔需要处理，就算觉得呼唔走都可以将佢摆埋一边。每次一呼都帮自己呼走一啲知道对自己无益嘅能量，帮自己翻到去更简单、更轻、更纯粹嘅一个自己。
来到这一段的结尾，我们多谢自己做了这个清理，用来的几次吸气，一吸将到气和注意力带到落自己心口心轮的位置，感受下自己内心的状态。来到第三段，我们幻想自己处于一个非常舒适的大自然环境，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所有的烦恼交给大自然去洗涤，从大自然的频率中找出一个重生的能量。雨水咁样冲过我哋身体，容许震动入到我哋心灵最深处嘅地方。我们身体调频回去更健康更平衡的状态，我们用少少时间幻想一下这个最理想的状态的自己又会是怎样，尝试在心里面清晰地这样描述给自己听这个状态，然后祝福自己可以达到。来到差不多最后，我们回去一开始的深呼吸，纯粹用剩下来的时间去享受一下这些疗愈的频率，享受一下自己的状态。接下来会听到七个声音，每一个声音都会震动到身体的不同位置，由尾龙骨开始，一路沿着脊椎不同的部位慢慢上到去头顶，然后再落回来。我们最后将注意力再次回到自己身体这一刻，感受一下这些不同的声音
和身体的共鸣。来到最后，我们回到一开始的深呼吸，可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想帮自己呼走，用剩下来的时间纯粹享受下现在的状态，享受下疗愈的频率。然后觉得舒服的时候，就可以张开双眼，回到来这一刻这个房间，去感受最后几个频率。多谢大家来体验音频治疗，希望大家可以带着记住这个高频调频的状态去迎接未来。